7块钱一碗的肥肠粉，你们吃过吗？看，哇，看这一层红油，哎，哇，这人还挺多。看一下啊，肥肠粉真的有肥肠啊、哦，一、两个、三个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是来到了四川绵阳啊。绵阳米粉好早之前就听说过，今天来尝一尝这边米粉。看啊，其实现在是上午的9:40，这家店，哎呦，真的超多人，看。这个全部是排队的队伍，应该是这个地方买票。看，哇塞，超多人，我们今天来尝一尝啊。我看一下米粉多少钱。哇，这个看啊，肥肠米粉7块钱。我们今天搞一份这个米粉，肥肠米粉啊，啊，看这个人真的多啊，都在排队。我们排个队，我们排队来一份。我要一个肥肠米粉7块1两的那个。一定7块。哦，7块的那个。稍等啊，我们付钱。好，付过了啊。好的。我们付完之后，然后到这边排队。你看这边真的人超级的多。这边在排队啊，来一份哦，让一下，要得，看，肥肠粉我们之前是在南充吃过一次，是9块还是几块？然后今天是来到了绵阳啊，绵阳米粉也很有名，来尝一尝这边的米粉。看这个店里边几乎是座无虚席啊，其实现在已经9:30了。但是还是很多人。看一下啊，看一下他们怎么做的啊，还是很干净的。用一个小竹篓，在锅里冒一下。那再一点，好凉的一点。你好，再大一点。轮到我们了啊，两个人在里面忙。老崔，你好。哦。你们炒菜烧啥锅？肥肠，肥肠的吗？啊。我的肥肠呢？哎呀，咱这没写哈。啊、哦。听不懂。咱这写了，我怎么问呀？好的。那后面。我们加点香菜跟葱丝。哎呦，上面一层的红油，我感觉。来，我们找个位子啊。哦，我们要不坐外边吧，看一下外面有没有位子啊。哎呦，好好好，有一个，有外面有。哎呦，来坐在这儿啊，里边人真多。是刚吃过的，还没有来得及收的。搞两双，搞一双筷子，然后看一下啊，肥肠粉。哇，这个是几个肥肠，我看一下啊。一个肥肠，两个肥肠，三个肥肠，这是第四个肥肠。小朋友在没有领过来，还没开枪。哦，他这个粉是跟在南充吃的不一样，南充那个要比这个粗一些，这个是特别细的那种粉啊，有点像粉，又要怎么个事？有点像粉丝的那种感觉啊。不帮忙啊，起啊。你吃青果吃鸳鸯吧。来，好，我们来尝一尝。就是。OK。尝一尝啊，那个米粉。它是在路边啊，刚好旁边是公交站，就在这路边，所以有点吵啊。花椒。嗯。哦。他，哦，要得嘛。那个，我说他的那个事情。嗯。我们化学老师说。用脏词啊！要不要再干？怎么样？他这个米粉会，哎呦，比较有嚼劲啊。一点儿好久弄呗。老店的厨房。公司。我没正式。对吧？那个，你到时候不削点呗，然后那个你那儿如果
不方便那个我来我又来给飞汤就是啊。你说声就是啊。没有没有没有干什么你的。好、哦。可以了。七块钱一两。我这个没得做了。四个肥肠一碗粉。不一定。嗯。啊，焖烫。对。看，这粉还超级筋道的。你们是从几点到几点的？三点到下，三点晚上八点。哦，凌晨三点的。嗯。哦。早晨两三点的。早晨两三点就有人来吃饭了。嗯。哎呦。反正要我们三点钟才来弄香炉门，搞烧纸，要四点过才得卖。哦，四点钟，正常营业四点钟营业。嗯嗯。好。四点过。晚上卖到八点。晚上卖到八点，哦。四点钟就有人来吃米粉了，可见这边对米粉的热爱哈。有点烫啊。哎呀。哦。来口汤。看一下啊，一层的红油啊，这边真的是重油重辣，真的是跟那个川菜有点像。不过七块钱一份肥肠粉啊，真的是全国难找了啊！这边其实生意真的蛮好的。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啊，喜欢的话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这就是绵阳人的早餐，应该属于啊。看，现在已经九点多，已经十点应该不止了。我看一下啊，十点多钟。行，我们今天视频到这儿啊，好，再见。